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百变巴士的工程车玩具。我们先拆开第一个玩具盒子，这辆是百变巴士的叉车形态，前边有两个工具，还可以把汽车拉长一点，后边的车厢可以打开哦。好了，叉车要出发去干活了。接着我们来拆开第二个盒子，这辆是百变巴士的推土机形态，前边有个铁铲，车子后边有个可以翻转的车厢。推土机要出去干活喽。我们再来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，这辆是百变巴士的货车形态，后边的车厢是可以拿下来的，我们把它变成一架小飞机。变成飞机啦，我们把它接在货车后边，准备来发射。我们再把飞机变回去，把它装在货车上，货车要出发去干活喽。我们再来拆开第四个玩具盒子，这辆是百变巴士的消防车形态，后边的云梯可以转动，还可以升起来。我们来装上灭火炮弹，发射，消防车出发去执行任务。接着我们来拆开第五个玩具盒子，这辆是百变巴士的工程车形态，后边这里可以转动，还可以升起来，工程车要出发去干活喽。这是最后一个盒子啦，我们来拆开，这列是百变巴士的火车形态，我们把车厢打开，把它装在火车头上，可以来发射飞盘，这边也可以发射，再把它拿下来，变回车厢，接在火车头后边，出发去干活喽。